东西？是很大的。是什么东西？看不到。子弹的，看不到。画面中，警方手上拿着从车内搜到的子弹，大声质问嫌犯。嫌犯不但装傻，还说自己看不到。张开！莫名其妙。张开啦！听不懂，这样听不懂人话。淡水警方26号深夜巡逻时，在后洲路一段发现一台小客车形迹可疑，上前要求盘查，没想到驾驶拒绝配合，踩下油门加速逃逸。警匪在大街上一路追逐，嫌犯甚至逆向狂飙，企图甩开警察，并沿路丢弃汽车上的枪支。警方见状，立即调来支援警力，前后包抄围捕，最后在浅水湾附近逮捕驾驶和乘客在内三名嫌犯，并从车内查扣子弹8发、弹夹2个，并在附近公车站牌寻获嫌犯丢弃的改造手枪1把。另外，嫌犯逃亡期间造成一部警车、2部自小客车受损，所幸无人伤亡。警方将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、妨害公务、公共危险及毁损罪移送侦办，并向上追查枪支及子弹来源。这是呢，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可以说是妈妈料理的百搭神器，煮汤啊、吃火锅啊，加上一瓢啊，汤头都超鲜美。现在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订购，马上就能够拥有5星的食材、5星的口感的总统级的享受哦。